遵循真谛地球那端的晚安，隔着手机的温度始终不能习惯，顺其自然，因为不想让你为难，还好有研究陪伴。你用的香水现在留下了一半，这房间里的温度也曾有过温暖，可现在你的生活慢慢纠缠，别带走安全感，我应该有你的习惯，习惯这个时代爱情的短暂。爱情的短暂。